台中太阳对上新竹接口工程师队的比赛啊，在上半场比赛打完，新竹接口工程师是40-29。一些问题啊，包含防守端常常对不到人，那进攻端其实在整个第二节有点陷入团队单打独斗，同时球员不断想依靠个人能力啊，尽快去取分啊，其实都没有收到比较好的效果。比较大的问题是在进攻端哦，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以及合理的进攻方式。从小时候在加拿大来，有很多观众朋友们、女性球迷们来到球场，这一次。